当渣男遇上霸气御姐，他是谁呀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都不知道珍惜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知好歹的东西。今天相亲咋样啊？别提了，他家穷的连个门都没有。啥意思啊？我说去他家喝点东西，他说没门。我的天，也太穷了吧！家里连个门都没有，这以后咋住？狐狸不是妖，性感不是骚。小女子不才，为得前人青睐，我忍你很久，前人徘徊，前人向北走，他掉进了愁。我在乎你的时候，你关注一个女性都不行。我不在乎你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死在女人堆里，都跟我没关系。美女，你的电话。我不给，我又不认识你。不是那个我 QQ 微信都没有。你他妈，我不给你就骂人是吧？你他妈的电话被人偷走了。离婚离就离，那房子怎么分？两套房一人一套。车子怎么分？四个轮胎一人两个。那孩子只有一个怎么分？再生一个。哎呦我的妈。杨飞找了喂。为什么总要跟别人打听我？你没眼睛没心吗？我对每个人能一样吗？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呀？叫什么秘密啊？小爸爸。Oops, my baby, you woke up in my bed. Oops, we both. 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你笑起来，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，每天像我一样。